哈喽哈喽，宝宝们，我又来更新教程了。今天做个网红同款美甲，实物图有点小改变。底色用的是小店里的冰肤色三号色，两遍打底，每一层都要烤灯的。这个底色是不是很哇塞啊？又鲜又好看，赶紧安排吧。中指纯黑色打底两遍，小手指和食指用拉线笔画出法式效果，这个拉线笔一定要安排哦，饱和度超级高。无名指和大指甲用组合装的点豆笔点五个点就是一朵花，注意排序，勤加练习你也可以做到的。这个小花到底哪里好看？我是真没看出来，到他最近真的是巨火，赶紧安排吧。法式位置，用小头点花笔做好装饰，中间点大点，以次排开，越往上越小哦。看我画的小花花是不是很呆萌可爱，花心位置咱们用小钻装饰。周边位置用填缝笔把钻包一下，防止它会挂到衣服。中指给他安排两颗小钻，简单装饰一下。最后整体给他涂上封层，这个款式就完成了，是不是简单易学？你学会了吗？都看到最后了，记得双击关注我吧。